纸不舒服啊，会粘那个纸会粘的、啊。嗯，我是口罩，先戴一个口罩，然后再戴这个。杨毅老师有给我过，可是那个也是不理想。各位乘客，前方到站是四块车，那个纸口罩有点。下车的乘客请准备。哦，就里面一个纸这样就好了。也是可以，也是跟卫生纸一样意思而已啊。可是跟纸口罩也是那个，是有那个耳朵的、啊。哦，耳挂的、啊。对，挂式的那种，然后丢掉纸口罩就好。哦，你外面那个就，因为电纱布是跟这个口罩的材质是很相近的啦、啊。电纱布，都是布织布嘛，所以你会觉得啊，在里也是口罩的感觉。乱跑啊，总不能给他定起来吧。可以PO上网的呀、啊，人家都在记录那种路程啊，那样。哇塞！
都是卖农药卖肥料。如果我怀孕的话，到时候会不会那个？各位乘客，前方是到时候搞环节，就是热气市场。下车的乘客请准备。是。热气市场。不会啊，都差不多的东西而已啊。它还原只是说，把那个重色嘛，就是全部的东西都设回原厂的设定。他们就是那种厂商就是处理方法都这样子，就还原一下就好了，没有说什么真的修到还原就可以。对，大概是不见了。是。先存起来也好。赖，你说赖的什么账号那些啊？不是，我说我赖里面的东西被里面的话，里面的一些什么买的那个什么？哦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不一样。赖是个别账户，所以跟那个还原不还原没关系。跟你那个 FB 也是一样的意思。你，它主要是说里面的照片那些可能会给你删除吧。就是一般的还原都要重设、重新设定。各位乘客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前方到站是瓜子，下车的乘客请准备。这应该不会掉下来。再一次，我留下都会算的。对哦。有没有手机也摔坏？对哦。对，哪像陈彦宇，是特别给他配一只新的，还掉到厕所里。他昨天才提我，进厕所里还没事哎吼。瓜子，到了。他给他特别买一只新的，竟然坏了，好吧？就妈给他换一只那个。哎呀，这都是很良好的，很良好的二手机。前方到站是西湖村，下车的乘客请准备。
下车的乘客请准备，站清到了。各位乘客，前方到站是万兴国中，下车的乘客请准备。那个是代币卡。哦，同是同联客运。他们都是这家买啊，对啊，他们客运司机都在这边买啊。哇，他们都没时间吃饭吧？哎呀。这个红金没有，这红金角哦。红金角哦，嘿。万兴国中到了。我够配音的。对啊，这乘客在打呼，在打呼了。没没。哦，我自己还把他打呼声录起来，好不好？就让他知道说他自己打呼多吵。你要把他有存起来。好像有，应该有。记得我有留。七八糟，都不会问一下人家、啊，说，说你手机可以问。朱苗，对了。光想知道啊，康台啊，那没关系的，拿去拿去。嗯，我再买一个好了。很难哦，那很贵哈、哦，也不是贵。那是双 C。双 C B 哦。限量版。各位乘客，前方到站是建平村，下车的乘客请准备。怎么有可能不是 OK？
怕怕流拿的还是谁？不会，怕怕流不会。